这个鱼太可怕了。这个画面是比较少。这个雨衣已经很罕见了，已经。现场的雨真的很大啊，有来到现场的要记得雨备哦，雨伞雨衣都要记得。哦，突然一个尴尬，没有队伍了。现在就只能带大家来看一下雨有多大了。哦呦，好可怕哦，这个雨真的也会出分的。小编在躲雨啊，小编。然后刚好附近有人摆暗灯，然后也因为下雨的关系，要移进来一点。对啊。就是。看不到，大雨交不起我们对关圣帝君的爱。对啊。
Thank you.